机会。但是今天不一样，我又在这里重新的被编组。想上主从我们里面要涌流出活水，供应我们，我们也能供应给其他人。今天大家喜不喜乐呢？看到彼此都很喜乐，对不对？大家好像都笑笑口常开，证明大家都很喜乐。先的香条，那主要啊，待会等一下是先让新生们能够自我介绍，那接下来有一些的香条的行动，对不对？就叫破冰游戏。暑假我们很多被冰起来了，现在需要破冰一下。那待会啊，为了不让新生那么紧张，我们待会这个刚刚唱的诗歌嘛，我们就请一年级的，我们先请四年级以上的，我们唱一次第六节，四年级以上，然后三年级，然后二年级，最后新生，新生唱完，我们就让他们上来自我介绍，让新生有一些预备的机会，让他们紧张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四年级以上的，那个最应该涌流的，涌流最多的。Thank you.
到一年前的弟兄姊妹就很值得了。这时候是我们教会中需要有新人，一直带进新人，在牧养人总是使我们喜乐。好，那不知道一年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比较不紧张的？可能好像没有，还是没办法啊，不是没关系，还是需要面对，好吧？那待会请你们出来自我介绍，一个人可以有20秒到30秒，很简单的自我介绍，从哪里来，然后你的名字，然后你现在就读什么科系，然后最后你要说出一句你对大学生活的盼望，好不好？就是说我4年都要留在高师教会，将来要读中山中文所硕一。阿门。我在大学4年
家，愿我的研究所也能住好住满。阿门。能与大家一起吃主喝主享受主。阿门。虚坐千里秀，我们需要你。我是来自军营的胡伟召会。阿门。新姊妹。阿门。然后读高雄大学运动经济系。阿门。盼望这四年都可以过稳定的教会生活。阿门。大硕一，阿门。然后我是在这一间长大的，然后盼望硕士的两年呢，能够继续的追求森林，扎根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们站起来一下。